啊，早餐已经做好了，我要去叫乔治起床了。乔治，快点起床了，妈妈今天要带佩奇去上芭蕾舞蹈班，所以呢，没办法带你去公园玩了，你让爸爸带你去吧。好吧，默默。嗯，真乖，我去叫佩奇起床了。佩奇，起床了，你今天可是要上芭蕾舞蹈课的，可不能迟到。哦，今天原来是要上课呢。妈妈，你先下去等我吧，我马上就来。我要先刷牙洗脸。刷牙洗脸喽。啊，太高了，够不着呀。哦，小凳子，搬过去。嘿嘿，刷牙洗脸啦，这下够得着了。洗漱完毕啦，照一下镜子。嗯，真干净。去换我的舞蹈服啦，准备跳跃了。嘿呀，哇哦，真漂亮呀，去找妈妈喽。妈妈，我来啦，出发吧，走啦，滴滴。